开始了，已经开，其实已经开始了。这个人直接下来呀。OK。那我要说什么吗？直接开始。人啊，能先介绍一下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欢迎收看《点子生活科技短报》直播影片哦。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三星 Galaxy S6 Plus、S6 Edge Plus。好，就是在上周五举办了全球发表会的三星 Galaxy S6 Edge Plus， 再度于今天宣布将于九月在台湾开卖，售价为32G 26,880元，并且成为 Galaxy Note 5后的再次全球首发。三星 Galaxy S6 Edge Plus 在规格上与 Galaxy Note 5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有着5.7寸的荧幕、4G 的 RAM、32G ROM、1600万画素相机以及500万画素的前置镜头，还有3000毫安培的电池容量。最大的特色呢，除了与 Galaxy Note 5同样加入了影片的拼贴，还有直播视讯等拍照的功能，还有快速充电之外，就是侧边的通知栏加入了可以自定常用的 APP 的捷径。而今天台湾上市的发表会中，更公布了定价为32G 26,880元，还有流光金与钛灰银两色。这次三星在 Galaxy Note 5与 Galaxy S6 Edge Plus 不仅着重于特色的功能增强，还有在上市的日期跟相关周边都让消费者感受到了相当大的诚意。无论是想要 S Pen 的方便记事，或是曲面萤幕的不凡特色，都不妨到各门市去体验看看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